次出去，第一球在右外方向相当的深 ，Goodbye！ 哇！铃木一朗击出了再见全垒打，连续两场比赛，铃木一朗用他的打击告诉水手队的球迷说：“我们今年表现还是不错的。”而且你可以看到，完全弥补他过去两次的这种牵制出局。所以我刚刚讲说，其实应该闪过他的。他来不及闪，投第一个球就被打出去了。应该干脆是故意室外球保送哦。